是一条搞笑视频，没有人能看完。上期视频啊，有人看完之后说笑死我了，笑得我旁边的马桶都喷出屎来了。还有人说啊，笑得我都进医院了。不行啊，兄弟们，这次呢我要挑战让你们笑得叫出来。对了，由于这次的任务呢过于困难，感觉自己能挑战看完的可以点个赞啊，咱们继续看下去。OK 啊，咱们接下来的挑战开始。什么声音？一个女巫。哎，不是，她在干嘛？哎，她怎么跑了？我操！我怎么消失了？哎，这什么？这个好像是女巫小屋啊。不对呀，地底下怎么可能会有女巫小屋呢？哎，等一下，这里个墓碑，不点赞的人，我勒个去！你们自己看着办哈。后来呢，我进到这个女巫小屋里面看了一下，发现了一个告示牌。这个告示牌的意思呢，就是我在哪里？我在哪里？难道这个女巫迷失方向？哎呦我操！这什么？不行不行，快走快走快走！哎，怎么回来了？我操啊！这什么情况？妈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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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什么声音？我操！我操！我要上去，我要上去！终于安全了。哎，这里怎么还有个女巫小屋啊？这个告示牌换了，我美吗？哎，难道这是女巫在跟我对话吗？哎我去，谁在笑啊？没有人啊。咱们把火把先擦一下。看完的打个一，没看完的打个二。对了，最近呢真的会开了一个宝可梦服务器，打开我的置顶视频就能知道进入的方法了。咱们现在进服就中神兽，不说了兄弟们，我在服务器等你们哈。